火箭少女素颜露面，轩怡清纯五官气色十足，无惧镜头。前段时间创造101女团诞生的热播，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。在美女如云的创造101里，各种实力小姐姐可谓是数不胜数啊，性感的孟美岐，可爱的李子璇，高冷的杨超越，当然不能少了我们温柔热情的吴宣仪了。吴宣仪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，凭借自己的实力，最终以第二名的好成绩成为了火箭少女团的一员。在节目中，我们的小姐姐看起来可能比较高冷严肃，但是私底下她们也是很可爱的。就比如吴宣仪小姐姐，微卷的长发随意的搭在肩膀上，简单的 T 恤搭配在身上，显得她的少女气息十足。除此之外，她性格也很是温柔。作为女星，而且是通过选秀出道的女星，几乎都是带妆出镜，观众很难看到她们素颜的样子。所以我们常常会想，明星们卸掉妆后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最近一组关于海南仙女的路透照曝光，我们的吴宣仪小姐姐在镜头下素颜展露无遗，皮肤白里透红，眼睛晶莹剔透，粉嘟嘟的小嘴看起来也一样清纯可爱，而且更加平易近人，素颜出镜的她颜值也是杠杠的。不得不说，美女就是美女，化不化妆差别都不大，素颜的样子反而还更耐看了。像这样漂亮又真挚的小姐姐，想要不喜欢她都很难做到啊。希望小姐姐之后的心路越走越通畅，能在女团的领域里拼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。